6月24日，以第一张迷你专辑《M 那年》作为 TWICE 首次 solo 出道的那年，在 YouTube 上公开了主打歌《Pop》的 MV 中，以充满女人味的可爱华丽的姿态，让全世界的粉丝们为之疯狂。那年坦然自己出道后，对离开在一起七年的成员感到不安，并且对成员首次感到压力。但是，这样的担心似乎不太需要。成员们来到独自进行 solo 出道准备的那年拍摄现场 ，TWICE 团结在一起，帮助那年 solo 出道。6月29日，公开的影片中 ，MV 拍摄现场的那年看到 Mina 流下了眼泪。工作人员一提到 Mina 哭的事情，丁年就吓了一跳，说：“真的吗？”那年说 ：“Mina 的帽子戴得很下面。”站在那年面前，只有那年注意到 Mina 在哭。看似当时的样子没公开，可以看到眼睛肿胀的 Mina 和感动落泪的那年。之后，经纪人也哭了起来 ，Sana 也流下了眼泪，好像成了充满眼泪的拍摄现场。虽然 Mina 哭的理由还没有公开，但是粉丝们好像认为，七年来一直在一起的成员们的新舞台，是不是充满了感动呢？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，成员们对那年的 solo 出道感到高兴的深厚感情，让粉丝们也感动了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